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。今天的话就那个，争取把这个 Keyshot 的整个系列给做完这样子，因为 Keyshot 非常简单，是属于一个那个傻瓜式的渲染器。那通常的话，你们打开就我这样子一个界面，对吧？Keyshot 7.0，对吧？然后再下来一样，第一个我会讲那个软件的基础概念，第二个就是会讲那个软件导入，我会拆成两个，因为很少，应该没有人是那个 Vino 跟 Sonora 是两套都用的，然后我分别两集会放在分别这两个东西上面，然后后面呢就大概不算这两个的话，总共应该3集到4集应该可以做完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开始，打开软件以后，这边一样，我们的菜单栏上面这个呢，不用管它，你当做看不见，没有问题的。主要的是看这里，import 你也不用管它，基本上那个你都会把那个东西直接给，就你那个 3D 文件给拖进去。Library Project Animation 是那个动画的意思。然后 Keyshot 的 XL 的话，你这个不用管它，这个暂时应该用不上。Render 渲染的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最多其实就是三个，一二三啊。我还是先那个哪、啊，你们看到这里 Sonoverse 和 Keyshot，那Sonoverse 和那个 Vinyl 的话，我们先把那个文件给扔进去。你看我这样子拖进去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到了。我们再来一遍，按 New。那他问你要不要储存Discard，然后我们再这样子拖进去，给大家讲一下。拖进去以后，通常这样子拖就可以了。那拖进去的话就这样子，然后这些默认就可以了，千万不用管它，直接默认啊，不用费那么多的时间，然后直接点 Import 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个地方要讲，这个还是放在后面吧，因为每个软件的那个导入的那个轴不一样，就是说 XYZ 轴，然后导入了以后，对吧？那 library 这里第一个 material 对吧？也就是说所有的颜色等等的环境那些设定都会在这里。那左键是那个旋转，再下来那个 project 对吧？Project 的话，反正就是所有的那个就细条吧，反正就是一个场景模式，就是刚刚那边是有灯光有什么的，那这边是什么场景？就是说镜头它更多的就是说在大范围在外围的一个，你把这个 Keyshot 想象成一个摄影棚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通常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设定完了，因为这个图层是我本身 3D 里面已经上，也就是说分那个颜色的时候，所以你一看导线就会有颜色，然后点一下 Render。那这样子，然后点 render 的时候，这里调你们的那个解析度等等的那些东西，所有的元素，然后点，你可以去 adequate，就是说 adequate 如果我说那一个点一下的时候，在 create 这个位置，它会有一个那个什么，就是说一个工作任务，然后点渲染的时候，它就基本上就完成了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 key shot 的一个入门模式，那这样子的话。那一个就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反正也没有说很复杂的工具或者是很复杂功能。那 animation 的话也是一样，就你可以点，然后其实就跟正常的那一个PR，就是我现在这边的这套 PR，PR 就鼠标所指的这个 PR 的话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模式逻辑一样，这个是一条那个时间轴了，对，所以就记得那个反正。Keyshot 渲染就很简单，你一定要有前提，第一个你要有 3D 文件，3D 文件有的时候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就那个开始，比如说 library 贴好材质，放好那个 environment，对吧？就这两个放好以后，或等等的那些东西，然后再下来可能调一调一个镜头啊、灯光啊、灯光的那个系数啊，或什么的，再下来了，然后点 render，基本上就这样子，那这个就完成了。应该不会很难吧？反正就是说 Keyshot，反正如果你要用的时候，必须要遵从这个流程，反正就是输入、处理、输出嘛。那输入，那我们文件进来了，处理什么 library、project 对吧？等等的东西或者什么，我们要换个白底什么的对吧？那你看后面底就白了。Lighting environment 对吧？那基本上就这样子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，然后再点那个 render 设定好所有东西，那基本上就完成了。对的，那一个很简单吧？那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然后下集我会先讲那个文件导入，就是说 Sonoverse 和 Vinyl 他们两套软件分别是怎么导入的。
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我会直接随便拿一个文件，然后直接给你们那个渲染怎么去演示，怎么去渲染，里面细节怎么去调，对的。好，那个就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，也可以那个留言给我，我看到我会回答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